好像有东西在动，没什么了，瞧你紧张的。啊！那什么东西？不过就是一条蛇而已，你胆子也太小了吧。敲掉这个生长因子之后，小白鼠的动物纤维虽然加速生长，但是却表现出了易于种族特征的狂躁。CRISPR-Cas9 基因编辑改造第231次实验失败。你好，白景天。陈教授，我觉得你应该带那位驴友去参加一档惊悚故事类的栏目，而不是来找我。那位尹先生告诉我说，他看到九头蛇的时候，我也以为他在编故事，或者他看眼花了。可是接下来，他递给了我这个。这是他事后返回现场，在草丛里找到的鳞片，确实不属于现在已知的任何生物。所以，你是希望我和你一起去明灵山，找到这种神秘生物？我现在年纪大了，身体又有病，现在的学生又年轻，去明灵山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，我怕应付不过来呀。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如果真的能在自然界中找到这种生物，不仅可以改写生物进化史，说不定对你现在正在进行的基因研究也会有所帮助啊。如果小溪还在的话，他一定会很想去。不是哥跟你吹啊，你们这些搞科研的呀，身体素质就是不行。你看哥，啊，当过兵，干过很多年保镖。哎，狼爪，甭说这明灵山，就是上天下海，哥都不怕。你说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哎，干嘛？是不是？阿岩，抱歉啊，李先生，我这位学生不太爱说话。我们科研队这次在明灵山打安全，就劳您多费心了。放心，放心，你们那哪是搞科研的，你们那练武术的吧？都怪我不好，碰到那个怪物撒腿就跑。回来，师爷就不见了。这次回来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我一定要带他回家。你放心吧，陈教授呢和我们老大都是国内顶尖生物学家，一定会帮你弄清楚的。这些都是意外，你的实力啊不会怪你的。小强，你真好。老大也真是的，为什么叫程宇轩一起来？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！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！一切顺利。怎么了，师傅？路被挡上了。
我们不是来玩的，你知道这山里有多危险吗？你一个女孩子，女孩子怎么了？陈教授的学生不也是女孩子吗？我不管，我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飞机，又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大巴，坐了这么久的路，千辛万苦走到这明灵山脚下，我一定和你们进山去。哼！哎，老大，这丫头太嚣张了，待会儿帮你收拾她，干你的活去。偏心。一半，安静，安静。请大家随时带好防虫防蛇的药物，紧跟向导老袁，禁止擅自离队行动。六天之后，司机老张会在我们约定的地方接我们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共同努力，这次行动一定会有所收获。哎，一条假蛇就给你吓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跟我们进山啊？火枪，严肃点。就你使坏，就你使坏，就你使坏，就你使坏。时候不早了，准备出发。哪个王八蛋把假蛇扔这儿了？明灵山连绵几十公里，周围全是原始森林，人烟稀少，与世隔绝。按照计划，这次我们会在明灵山待六天，主要是为了寻找九头蛇的踪迹，并协助尹先生搜寻失踪的施令女士。明灵山人迹罕至，十分危险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。吓我一跳，我不就摘朵花吗？你至于拿刀跟我比划吗？你可千万不要小瞧这玩意儿，要是被它咬一口，不死也得要你半条命。我跟大家说啊，这山里的毒虫子特别的多，想要活命啊，就赶紧走。
干嘛？烫死我啊！你想？活该。真难得呀，老大竟然和陈教授聊起来了。是啊，真难得。哎，老大不是陈教授的学生吗？他们怎么一路上都不怎么说话呀？你知道老大以前的女朋友林妍希也是陈教授的学生吗？妍希姐单独参加了陈教授的一个课题实验，实验室发生了爆炸，妍希姐呀也死在了那次爆炸中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，才让他和陈教授有了隔阂。谢谢你啊，姐姐，这次愿意陪我这个老头子去山里来。我是为了完成小溪的心愿，和你没关系。啊，是啊，小溪以前对这些奇异的生物特别。小溪的事儿，你还在怪我吧？都过去了。你腰不好，还有糖尿病，走了一天山路很辛苦，早点休息吧。进我帐篷。啊啊！吓死我了！还好。陈教授，你这药箱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吗？没什么贵重东西，就是胰岛素。这我糖尿病用的，这东西要是丢了的话，我这半条命啊就得折在这儿了。老李啊，你刚刚有看到什么吗？我刚才一直在那儿呀。哎呦，什么？我什么也没看着啊。咱们这荒山野岭的，一般的驴友不会在这露宿的。在山那边有个猎人打猎休息用的小木屋。喂，那个筛里小姐不是被九头蛇袭击，在这附近失踪了吗？好了好了，老袁，啊，你去把泥巴放。好。哎，泥巴。什么呀？在泥巴里爬。Shirley，Shirley，Shirley！ 哎，金冬姐，你等等，我去看看。不是，妈妈。哎，姨娘。Shirley! Shirley! Shirley!
我身上的衣服怎么会在这里？别激动，老大，是我。你就不怕我真开枪？嗨，妈最枪而已。你要真开枪，我大不了睡几个小时喽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肯定是遇害了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也不一定啊，万一只是他的衣服掉在这儿，对吧？如果山里小姐真的是被九头蛇拖走的，现在她的衣服又出现在这儿，那九头蛇很有可能在附近。啊！所以，咱们还是先回去再说吧。行，走吧。行，走吧，走吧，抓紧时间啊！行。快快！红香，红香，怎么了？红香不见了！红香，红香，红香，好像出事了。阿言，赶快过去看一下。好的，教授，您在这里等我。啊，小心点啊！红香，怎么不走了？这里实在太危险了，还是不能留您一个人在这里。也好，那我们再等等吧。是红霄的，红霄，红霄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红霄，红霄，你快点出来啊！红霄，我都看到你了，你别躲了。你闹够了没啊？啊，走啦。肯定是他来了，耀星，耀星，快，快！你奶奶的！
真有九头蛇！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我们开了那么多枪都没打死他，这什么怪物啊？这是！红霄，红霄，红霄，你醒醒！红霄，红霄，红霄！ 九头蛇出现了吧？啊！这就是他退下的皮，竟然找这么大了。这次科考行动的风险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估，既然已经找到九头蛇退下来的皮，我认为应该终止行动，明天立刻下山。 安葬死者，好不容易发现九头蛇的踪迹，怎么能现在就走呢？况且这条蛇已经杀死我们两个人了，正因为它太厉害、太危险了，所以我们更要捕获它，免得它以后继续害人嘛。怎么装？用李振和老袁带来的枪，还是用我的麻醉枪？你明知道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用，你也明知道这种蛇连枪都打不死。 你还想让我们这些人继续送死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知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知道？陈教授，你到底想撒谎撒到什么时候？什么神秘生物？什么改写生物进化史？这怪物明明就是你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东西，它的基因序列当然和已知生物完全不一样。你怎么知道？小希告诉我。小希。 基因编程这种实验能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批吗？暂时是没通过，不过陈教授还在想办法。重新编辑生物基因代码，创造全新的物种，它会出现什么不稳定的特征？这种不稳定的特征是否对人类有害？这一切都是未知的。若没有伦理委员会的审批，这种实验是绝对不能去做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 你能不能去帮我把陈教授进行变异试验的详细数据拿出来？有了这些详细数据，我就可以和陈教授摊牌，让他终止实验。小希答应我，帮我进去拿出九头蛇的数据资料。可是，他进了实验室之后，就再也没出来。所以，阎希姐真的死于那次事故。 不给你看，快给我看一下，不给，到底是什么呀？就不给，给我看看嘛。哎，早晚都是你的，等你从实验室出来就能看到了。说话算话，等我从实验室出来，一定要给我看。我走啦，懂吗？嗯，乖一点啊。好，乖着呢。 真的没有骗你，没有骗我。那你敢不敢打开这个药箱，让我们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？你一路上都对这个药箱这么宝贝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除了有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，还应该有你前不久刚研制出来的九号生长激素吧？九号生长激素，什么玩意儿？九号生长激素可以增强基因动物的免疫力，提高生长速度。 你专门把激素带到了明灵山，就是把这里对九头蛇进行改良实验吗？他奶奶的，只怕我们都当喂食的小白鼠了吗？谁再敢动一下试试？啊！
陈教授，你的这位学生可真厉害！大家都冷静一点，听我说。我承认，我的药箱里确实藏着九号生长激素。既然他也不是我的学生，他是我雇来的保镖。但是我这次来明灵山，真的不是进行改良试验的。 少量注射九号生长激素是可以增强基因动物的免疫力，提高它们的生长速度。但如果注射过量，特别是超大剂量的话，那么这个激素就会成为致命的毒药啊！你的意思是，你带九号生长激素过来，是为了杀死九头蛇？对，我要亲手杀了它。 我为了表示我的决心，我把九号生长激素交给敬天来保管，等抓到了九头蛇，就由敬天动手来杀了他。怎么这样？ 教授，你的体已经生锈，会不会被野兽吃掉了？没什么办法，我们现在自身难保，难不成还背个尸体在身上？我们下山立刻就去报警，去寻求专业的搜救队帮助，我们一定会把红霞带回家。 你爸，你爸，你爸，听声音，你爸就在前面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老袁，老袁，爸，老袁，李正，你留下来保护他们安全，我去接应老袁。是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好好在这待着。哎，老袁，老袁。
你爸，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 狼牙的，敢吃老子的枣，看我不宰了你！ 这九头蛇是故意的，他故意误导老袁，让老袁摔下山崖。别胡说八道了，那就是个畜生，他就算再聪明，也不可能想出这种损招啊。从理论上来说，基因编程可以打造出全新的基因，让编程生物可以表现出实验者想要的任何一种形态。基因编程，哎，你说这个我也听不懂啊。也就是说。 实验者就是上帝，他可以让蛇长出九个头，也能让蛇和人一样聪明。那就是说，如果这蛇真能攻击我们，那我们就走不出命令山了。就算他不袭击我们，这里电话打不通，唯一的一部卫星电话在陈教授那儿。现在老袁又死了。 凭我们是不可能走出明灵山的。哎，那怎么办啊？我可不想死这儿啊！晴晴。
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的，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，看到的人影是真的，真的有人要偷九号生长激素，他肯定是偷了我的实验成果。在明灵山偷偷实验九头蛇的人，他绝对不会允许你们下山报警的，而且这个人可能就在我们中间。大家不用担心，我这里还有一瓶九号生长激素，我们可以杀死九头蛇。陈教授那里有微信电话，你现在就回去找他。其实，在进山前，就察觉到了陈教授的动机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想办法从他研究所里碰到了一瓶九号生长激素，就种子埋在墙里。如果再遇到九头蛇，一定可以杀了他。干什么？想偷走九号生长激素，阻止我们杀九头蛇是吗？抱歉，激素只有一瓶，已经被你从陈教授那里偷走了。这里面现在装的，只不过是普通的麻醉药而已。站住！是你，你处心积虑把我们引到明灵山，又偷了我的九号生长激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明灵山的九头蛇到底是不是你制造出来的？冤枉啊，真的是冤枉啊！九头蛇那么恐怖，我拿麻醉枪是为了防护自己的，九头蛇跟我没有关系。景天，你现在问什么他都不会说的，等下山以后把他交给警察，现在先抓九头蛇才是正事儿。我们不抓九头蛇，我们要下山。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跟你无关的话，姐，我知道你想用卫星电话寻求救助，很遗憾，在上山的路上，纪言就不小心把它给摔坏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杀死九头蛇，再找下山的路。否则我们就都会被他吃掉的。你不是说可以杀死九头蛇的九号生长激素已经不见了吗？就凭我们怎么杀死他？九头蛇有九个头，只要一个头没有被杀死，他很快就能复活。按照九头蛇的基因设计，我们可以先设计一个陷阱，引诱他上钩，再用麻醉枪把他放倒。只要把九个头全部杀死，他就再也活不过来了。根据当初编写的基因程序，九头蛇保留并增强了蛇嗜血的特性，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，见到任何活物都会发起攻击，所以只要用活物鲜血，就一定可以把它吸引过来。和一般蛇只感应热源不同，它不仅对热源敏感，对强光也十分敏感。不过它是攻击热源，畏惧强光，只要被强光照射到眼睛，它就会暂停攻击。所以在捕蛇过程中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携带好强力手电，一旦发生危险，立刻用强光照射他的眼睛。还有啊，这东西可不是一只只会捕食猎物的冷血动物，它比一般的蛇要聪明得多。一定要把九个头全部杀死，否则，就算只有一个头还活着，整条蛇也很快会复活的。
小周。出事了，快走！小天，教授，你还好吗？尹俊杰呢？我刚进来的时候，他就只剩一只靴子在那儿，应该是被九头蛇吃掉了吧。为什么蛇只吃他不吃你啊？我刚好走出小木屋。你那不是有枪吗？你怎么不开枪呢？我早上忘了注射胰岛素，刚刚头晕眼花，连站都站不稳。这也太巧了吧！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一看就老头子搞鬼。哼，他之前呢，骗我们说有人偷他胰岛素，误导我们把尹俊杰抓起来。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离间我们。把我们一个一个全弄死！别胡说！一看他们就没安好心，他奶奶的！阿爷。伤害你，不要逼我开枪。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是真的想杀了那条蛇。到了我现在的年纪，我的身份还有我的地位，我怎么可能因为以前一件失败的实验品而放弃我现在的一切？你们明不明白？明白吗？
天都快亮了，你处长不会不来了吧？再等等吧。哎呦，哎，我说，咱们仨身上这味儿是不是也太难闻了？忍着吧，这是生物驱逐剂，在有选择的情况下，那个家伙会选择那边的兔子，而不是你。兔子是不是多了一只？被我们抓着了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哎，那看来那老头没骗我们啊。小姑娘长能耐了啊！喘口气儿，喘口气儿，这种血腥的事儿啊，还是让你大哥来干比较好啊！好了，雨轩，走。好，别难过，我们杀死那怪物，也算是为红霄报仇了。嗯，第九个，出去。醒了呢，喂，这样才好打嘛，干嘛？你放心，这麻醉药剂量那么大，不会有事儿的啊。
没事，教授。刚才他们喂我喝了点糖水，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，我刚才听到那边有很多枪声，我们赶紧去看一下。 我们可能再也回不去啊！我们可能还有办法。我记得昨天我在绑陈教授的时候，无意间摸到他腰上有一个方形的硬东西，我怀疑他可能还有一部微信电话。 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不是一直都想寻求支援吗？原来偷九号生长激素的人真的是你。没错，是我。谁？ 没事吧？
事吧？哎呦，何姐，何姐，你也赶紧过来帮忙！快快快！哎呀，哪摔着了？你好。我拿到九号生长激素，发现你们对我产生了怀疑，于是我利用九头蛇制造了假死，这样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。所以，这九头蛇是你造出来的？啊，不不不不。准确的说，是我和我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。迷灵山的气候非常适合蛇类的繁衍。为了制造出一个完美的物种，我们在这儿风餐露宿已经很多年了。可惜呀，培育出来的九头蛇始终无法自主繁衍。目前，只有陈教授的九号生长激素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你就用九头蛇的鳞片。把陈教授骗上山，让陈教授以为是自己的失误，想用九号生长激素杀了蛇，却没想到被你偷走，偷偷拿来做改良实验。没办法，我也是被逼的。谁让陈教授始终都不肯透露九号生长激素的配方呢？况且，九头蛇也是你先制造出来的，陈教授。你说什么？莎莉，跟他们聊聊吧。这不是小溪？小溪，真的是你？你没死？参与了宇俊杰他们的实验。对不起，惊天，当年是我一手策划了假死事件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这么做？停止！现在实验进行得很顺利，为什么要停止啊？我考虑了很久，觉得还是要尊重伦理委员会的决定。实验成果怎么办？按照惯例，全部销毁。当年陈教授就是因为没有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批，想要终止这个实验。我本来想游说你和我一起瞒住陈教授，保住这项实验。可是我刚一试探你，你就十分抵触，甚至让我把数据拿出来，去逼陈教授终止实验。为了保住实验成果，我只有假死。去找私人实验室合作。我依然很爱你，今天，你愿意为了我保守秘密吗？你愿不愿意为了我留下来，和我们一起进行这项伟大的实验？你醒醒吧，不要以科学的名义来满足自己的私欲。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，谁都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灾难。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年前，如果我知道回答的是不，会失去你，那我一定不会那么回答。小溪，你知道我一直很反对这种违背大自然规律的实验，可是为了你，我愿意试一试。你还记得五年前，我们最后一次在进实验室前我跟你准备的礼物吗？这五年。我一直都把它放在身上，今天终于有机会把它送给你，终于有机会对你说出，小溪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天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，我们一定要把这失去的五年都补回来。我们要在一起培育好多好多可爱的宝宝。都听你的。这些宝宝会很聪明，也很可爱。那当然，
我给他们设计的智力基因，他们的智商相当于四五岁的孩子。有了九号生长激素，他们一定能够健康的成长的。生长激素呢？哥哥明明在这儿的。刚才都是骗我的，小希，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。这五年来，你一直都在我心里。可是我真的不能再看着你这么错下去。我们只是普通的人而已，不是真正的上帝。今天居然这么对我，小希，跟我去自首吧。你开枪啊！开枪啊！宝宝，杀了他！转来转去的，都是一只嗜血的怪物罢了。
还有个故事没说，不是哥跟你们吹，就那个深山老林里，只有我和我战友两个人。我们当时住的呀，和这小木屋差不多。那天夜里，半夜三更，月黑风高，突然，这表情跟我当时一模一样。 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一个鲤鱼打挺冲着门口大喊一声：“谁呀？”你们猜，我听到什么了？什么都没听着。哎，那个时候啊，风是呜呜刮。 那夜猫子嗷嗷叫，哭丧啥样的啥样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又听见一声，门被打开了，我看见一只手从那门缝里慢慢的爬了进来。然后呢？ 问得好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又一个鲤鱼打挺，拿起老枪冲向大门，一脚踹开。这谁呀？老李，你踹开门，到底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。 我看见，哎呀！
我在上厕所摔了一跤，摔得我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敲门也没人应。你们在里边鬼哭狼嚎些什么呀？